啊，抹茶控看到这么多东西，干脆都买好了，买买买，可爱、欸，只是不知道好不好吃。然后就是本期第一回要买 Bubble Matcha Wafer。天哪，怎么有鬼面系列的？这什么 Cottage Matcha？ 我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为什么还有这么可爱的公仔？哇，我要，还有柱哎、欸。原来这一些有些是抹茶口味，有些是巧克力，那我要挑抹茶了。现在我们来到另外一家了，你看这个是第一位的抹茶的这个饼，我一定要买。又一个抹茶人气商品第一名的京都恋人，那这一家我一定要买，然后开箱给大家看，所有的抹茶人气第一名。玩完清水寺之后呢，我们下来在二年坂和三年坂附近逛了很久一整个下午，然后买了非常多的东西，像是京都市这一个抹茶的发源地嘛，我是一个抹茶控，我怎么可能不买抹茶的东西呢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买了一堆，大概一袋、两袋，还有三袋，我一共花了6000元的这个日币，就买了这一堆，然后今天就来一起开箱，到底我买的这些抹茶饼干和零食好不好吃呢？有些还是标榜是人气第一名的呢。然后跟我一起来验证的就是这一次自由行的两位好朋友，耶！这些就是我所买的战利品，一共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9个饼干还有零食。好，现在就可以邀我朋友们一起出来了，我们一起品尝看看，究竟京都抹茶口味的饼干到底好不好吃 ？Let's go！欢迎我的两位好朋友 CL 还有 David， 他们两位就是我们这一次在京都大阪自由行的一半。好，然后我们来先开箱这一个吧。这个是抹茶的 wafer 叫什么？叫威夫饼。威夫饼，因为这一个呢，它是有在那个店面标榜是人气第一名的。我看一下它长这样。来，我们一人一个。这个一共有1、2、3、4、5。哦，这只才5对，还是这种一小包的。它里面就是呢，长成这样一个小小个的 wafer， 其实蛮香的，很香，很透。哦，哦，里面有红豆泥。哎，蛮不错哎，你觉得？其实它的wafer那个面饼就比较绵一点，没有对，跟我们平常吃的wafer不太一样。我觉得是 overall 是算中上嘛，不错了。以抹茶口味的话，我觉得是 OK。第一个过，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吃这一个。这一个呢，也是在另外一家我看到的，也是标榜是人气第一名。哦，啊，你它里面有附一把小小的刀，其实它是一个蛋糕啊。哇，好，我们来切开啊。看起来不错。第一名，人气第一名。还类似有点千层蛋糕那种感觉，一层一层的。然后上面有就是抹茶。嗯，说真的，这个我蛮喜欢。哎、欸，这个好吃哎、欸。那抹茶外面有叫非常重的那种。对，我喜欢它外面那一层。它抹茶蛋糕的部分是它不是死甜的那一种，而且它很香，而且它不是那种干干的那一种类型，它是油膜的那种，好吃哦，好吃，对，我觉得这个比刚刚那个威夫好吃，大家可以买这个，好吃好吃，耶、yeah ！接下来呢，就是这一个包装很好看，它的设计是有那个一级给刷的，这一个呢也是标榜在另外一家店是人气第一名的，我们现在连续开三个第一名。看到底哪个最好吃？因为我们是要拆那个圣诞礼物的感觉。哦，哦，它里面是这个啦，就是抹茶吧。它打开之后就这样的，一颗一颗。有抹茶，它是假的味，有抹茶味，深抹茶味，就是那种去泡它抹茶粉的味道。对对对，抹茶上面就铺满了抹茶粉啦。对，直接用手啊。这边有这个茶。这一个茶叶，嗯，这里面巧克力味
它里面是有巧克力，那是巧克力吧？不是那个，它里面是巧克力，我一种够，我以为，像你说的，它抹茶粉是比较深那种，它不是甜的，它有一点点带苦，那个巧克力酒后会开掉全部味道了，整体还是 OK 的，可是有没有人去第一呢？给小孩子会喜欢的，我觉得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试试第四样，因为很特别，是你在每家店买的时候，它都有展示一个样品，就是它会让你看里面长什么样子。哦，这是糖果吧，抹茶糖果之类的。看一下多颗，那一人一口，很香哎，是糖果。好像哇哦，那个泡芙之类的哦 ，Yes， 小泡芙哎，可是它长得不怎么样，你知道好不好吃？里面是抹茶的香，哇，很香。它连抹茶的那个馅有点甜，对。我这样看上去，我觉得以为它是脆的，但是它不是脆的，还可以。我觉得一般般，对不对？然后吃到后面的时候，它的甜是那种很甜的那种甜的感觉，对。就是吃多一两，吃一颗就好像吃第二颗你就觉得很干，是很难给同事放手里是不是就不好吃的给同事丢给同事再好玩。好，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下这个外面设计是蛮可爱，是有一个雨季的那个设计，就我觉得日本的他们商品啊卖的都用很用心，对，它就很，它外表就是很吸引人，就很想让人买。哦，那个是 egg roll。哦、对，这样茶味饭，对，来你一个啊，我一个。哈哈哈哈哈！我的我觉得日本的东西包装做细节，细节很到位。对对对，很香，它就是一小条的这个感觉。我今天早上点抹茶味这样的，因为它里面好像有。香草嘛，它外层应该是抹茶，但是它抹茶并没有。不是，饼体是好吃，就是很脆。对，它蛋卷本身是好吃，但是它抹茶的味却没有很重，好像没有什么味道。我觉得它甜，对我来讲不重。有点太甜了，是不是？好，下一位呢，就是这个很可爱的兔兔，因为我看到它的设计真是太可爱了。像手帕啦、还是那种扇子啊？哦，这个搬来的是什么？也是马吉吧？应该是马吉。对，但是它哪里长得像兔子了？哦，幸好有单独包装，我在想怎么闪到。哦，是吗？有兔兔啦，有眼睛在前面，然后两个耳朵啦。那哪来的？哦，有两个小红点，就是眼睛，然后上面有那个耳朵部分。还蛮可爱的。是不是？怎么可以吃兔兔呢？它是有点包的那种感觉，然后抹茶味也是很重。它抹茶给的很足，就是它外面那个白白的那层包，就是很薄而已。它抹茶非常的多，我觉得这种叫配茶，就很甜。配茶，这个也是对我来讲是蛮甜的，是好像目前最甜的一个。哦，它还有里面有毛巾的。白色的，对，很甜，Next， 要第三个，这个京都恋人，我们平常听到的是那个叫什么？白色恋人，白色恋人是不是？京都原来有恋人，我们来试试看，适合在京都有恋人的。刚刚吃晚餐的时候有遇到看到一些日系的帅哥，图片在这边。这应该就是饼干了吧？对啊，这个是饼干，应该是夹心的。好，很香，抹茶味，很脆，不错，脆的。然后还有牛奶味是吗？牛奶味，饼干有牛奶味，它反而抹茶味没那么重。抹茶味很香，对，可以，给过。
来到最后两个，就是其实这两个我刚看到的时候，我就想说我一定要买，一定要买。然后因为它就是跟这个鬼灭之刃就是联名的这个饼干，因为它有这个是抹茶口味的，它有很多就是那个角色的，只是抹茶口味有些不是，就是巧克力，然后我选了一个，然后我看到有一整大盒的这个，你看，九位柱的，九位柱的这一个。里面也是有抹茶口味，我就直接买这个。哦，里面长这样，九个柱里面。它是用卡的符号对。对。等一下。哎，有卡哎。有一张小卡。然后这一是水柱跟蝴蝶。对。虫柱跟。虫柱。哦。很帅气，很好看哎。哦，这个就是。那个我们很常看到的，几乎每家店有在卖的这个。对，就是这个。这个是不知道叫什么哎。这个是这边的特色的。它就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，就长这样。我的不同口味。对，因为它这个除了抹茶口味，还有其他口味，两种口味。对，生果汁啊，生果汁啊，这个叫生果汁，这个东西叫生果汁。这种，但是它这里有抹茶。另外一个不知道什么日本制的口味，各五个。它里面也是有红豆的，它外面有一层粉是好像花生粉这样的。对，花生的，还是豆类的粉。哎，真的好吃，有点像抹茶，是那种推成三角。哎，对，就是抹茶圆形的，把它推成三角形这种概念。但是还是好吃，它不会太甜。对，这个配茶也是很好。对，我发现啊，你像我们吃了那么多样的，每一个配茶都不会很好。这种都是配茶的，典型的。然后像我们这样连续吃了那么多样，我们已经开始腻了。还有这个。哦，最后是这个，你看，很帅吧？哦。对。叫卡片吗？没有。没有哎。哇。哦，它这个是这样哎。小版的，一样的东西。哦。啊，对对对。它就是这一个大版，然后这缩小版，那我就不拆了，因为拆就要吃完这小的。因为柱比较厉害，所以最大个。哦，柱比较厉害，比较大个是这样的。它就比较弱，所以它就小个。比较弱，好，那这次的开箱啊，就到这一边。我想问一下我朋友，他们最喜欢是哪一个？我想先。好。我还是喜欢那个圆的那个。好。蛋糕，所以你最喜欢吃的是这个？对，我最喜欢吃这个。因为我觉得，它不是干干的那种，就是我很怕吃很干很干的那种，但是它这个是，又不会太甜，又刚刚好。我的话呢，其实我也是投他一票，因为我觉得这么多的那个就是绿茶口味的东西。特别是标榜第一名的，我觉得这个标榜第一名只是实至名归。它除了好吃之外，就像我朋友说的，它抹茶味是刚好，它不会太甜，然后它又很香。然后即使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吃很饱了，但是我们却吃下它的时候不会觉得腻，是我觉得它厉害的地方。你呢？你有最喜欢的吗？我就有几个，其实两个啦。其实这个也是，当然是我觉得蛮喜欢的。然后我觉得我也喜欢这个。哦，这个我也喜欢。哦、你主要是因为喜欢那个公仔吧？啊，也是啦。可是我觉得它味道也其实也是不错，因为我觉得它比较有层次一点，就是它那个饼外面那一层粉啊，就是不一样的味道。对。然后真的是一个下午茶很不错的东西。可是它截止最佳品。长期限是蛮短的，所以如果有买的话，真的是需要比较快一点的去解决掉它。那么这边是到6月30号，我们今天是6月20号，6月20号其实就10天以内我就把它给解决了。然后同时我们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因为我们在2年版、3年版买这一些抹茶口味的东西的时候，其实很多店家都有重复卖一样的产品，可能有些只差个50块左右。然后我觉得就是你看到想买，我觉得你就可以买。虽然会有很多店家，你可能像我们第一次来到京都的人，我们不知道买哪一家，我们也没有看什么任何的推荐影片，然后我们就是看到想买就买了，反正我们逛多几家之后发现，后面其实卖的差不多大同小异啦。
就看个人喜欢什么，我觉得就买嘛，就买下，就像我这样花了6000块。然后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两位朋友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半夜过了12点了，然后我们明天还要回到大阪继续去玩去。好，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喽，拜拜。技术上多，也是我们可以剪掉这些，后面放 NG。好啊，啊，终于，终于，啊，好累啊。